香港君悦酒店茶园 Tiffin 呢度，唔止环境靓，佢哋嘅夏日欧陆风味自助午餐及自助晚餐，有成超过60款欧陆特色美食啊，仲有超多新鲜海鲜任你拣，我哋逐一试下先。呢个自助餐每人都有一只原隻生猛龙虾，用上咗半公斤嘅波士顿龙虾，即叫即煮，保证新鲜噶。嗱，呢度嘅特别之处咧，就系你可以自选唔同嘅烹调方式，就好似呢一款香草牛油烤龙虾咁啦，够晒野味香口，仲保留到龙虾嘅鲜味。而呢個法式芝士焗龍蝦，成隻都鋪滿曬溶咗嘅芝士，加埋好彈牙嘅龍蝦肉，雙重滋味啊！嗱，喺我哋面前嘅呢兩款法國生蠔咧，分別係 Fin de Clair 同埋 Tête Hon。嗱 ，Fin de Clair 嘅蠔肉咧，睇落去有啲透明感，食落去咧有淡淡嘅海水鹹味，同埋肉質咧幾鮮甜。而我呢款 Tête Hon 嘅海水味就重啲，質感就比較薄身。而我呢個加拿大雪蟹腳咧，你睇下佢嘅殼又軟易剝，食落去咧夠曬鮮味多汁。嗱，紐西蘭出名海水清澈出靚青口，你睇下隻隻都好飽滿啊！熟食推介香草焗帶子同埋法式焗田螺啊！嗱，佢啲香草牛油咧滲曬落啲帶子同埋田螺度，味道好香濃。仲有今年首創嘅鹽焗圓條鮮魚，主廚每日都親自去到街市度揀魚，然後再用鹽焗嘅方法，咁樣唔單止可以令到魚肉保持嫩滑啊，仲可以 keep 住夠曬鮮味添啊！嗱，除咗海鮮之外咧，呢個自助餐仲有好多必食之選噶，例如咧威靈頓牛柳、烤寶雲酥羊架等等。至於甜品方面咧，種類都有好多噶。千祈唔好錯過 Tiffin 嘅自家製創意口味雪糕，有成10款得意口味咁多噶，包括芒果糯米飯味、鹹蛋肉鬆味等，仲有各式精緻甜點，實有一款啱你心水嘅。哇，今餐真係好滿足啊！但係咧，如果價錢夠抵食咧，咁啊仲滿足啦。實滿足到你，香港君悦酒店茶園 Tiffin 嘅夏日歐陸風味自助午餐及自助晚餐，原價分別每位570蚊至到922蚊不等，而家抵食價買二送二啊！每位平均低至311蚊，限量共150套。